11点钟了，哎呀，我就感觉现在时间越来越快了，时间不够用啊，越来越不够用了。这时间嗖嗖的，最小的时候时间过得慢，年龄越大时间过得越快啊。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事情就增多了，而且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休息，来恢复体能，来恢复劳动力，对吧？可能是这样吧。正好是绿灯啊，警察。这边人就少一些了。老外他们不在乎戴小绿帽，绿绿的帽帽。这鞋其实挺好啊，这鞋还挺好，5美元多，不错吗？还不错，挺轻快的。哎，在拼多多上买的，所以拼多多到美国之后吧，亚马逊和易贝全给干趴去了。哎，这样，是不是骑着走？是不是骑着走？骑着走也行啊。现在人少了，可以骑着走了。过段时间到纽约看看。夏威夷已经去了，纽约没去呢。纽约看看去，疫情前就想去，但是后来又疫情啊，又考虑那边生活节奏快呀、啊，压力大了，有点为难情绪，确实有点害怕，确实是，人的年龄一增长之后就变得越来越保守啊，甚至是蓝冰不化，抱残守缺，在旧金山待着也行，去纽约也行，反正都行吧。我也不知道，跟着感觉走吧，只能顺势而为啊。这个翔比谁惨了，这个角有一个美国红十字会，好像是有一个，哎，摘牌了吧？好像摘牌了，搬走了。哎，我从这儿走行不行？这块有阴凉啊，这块也行，对，这块有阴凉，对，从这走吧。纽约那边流浪汉是不是比旧金山多？我看到好多各种各样流浪汉，看那边的菜价也不低呀、啊，并不便宜啊。我这边扔的好多菜在那超市卖。3美元、2美元、1.5美元一磅，就是9两。我这头都咔咔都扔了，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时间做，没心情吃，我得研究吃东西，得花更多的时间来吃东西，学英语，睡觉，收拾屋子，花最少的时间来赚钱。4×4，还行。这边有阴凉。这块现在柳树哎，这个是柳树哎，就这种窄叶柳树啊，我第一次见到，但是叶好像跟国内的不太一样，不是太一样。今天早上给车链子上油了，连到楼下倒垃圾，连给自行车链子上油，对吧？
哎，我应该从这边走吧？应该从这边走，这边啊，从这边走，这边有阴凉，对吧？那边太晒了，对。我从这边走吧，对，从这边走，从这边走。哎，从这边走。快跑！快跑！快跑！哎呀！移民局楼外面也是有这种铁栅栏，围着一圈挡着。嗯，这样形成一个保护墙。哇塞，这是什么玩意儿？我的天哪，好恐怖啊！老美为什么不弄点公共厕所呢？哎，可怜的人呐，这个社会其实有问题啊，流浪汉问题，公共厕所问题啊。哎，我看从哪儿过，怎么样躲这个阳光？我要等那个绿灯啊。哎，是，这是绿灯吗？现在是不是就是绿灯？现在是绿灯，是绿灯。Clear Channel 清洁的频道 ，Channel 频道或者海峡，对吧？我把我的大脸放在这个路牌这挡着吧，挡着紫外线。这是清洁的皮卡。这个桥墩子上面站着好多鸽子，侧面好多鸽子。可以过了。顺着墙根走吧，一两地方。这个女人身上喷香水了，老美很多人都喷香水啊，要不然她这个体味儿一般人受不了，亚洲人受不了啊。以前有一次我在这个位置看到一个老外白人老太太在这个车中间留下一片翔，哎呀也不好弄啊，这个老美确实应该多修一些公共洗手间啊，确实跟老美这个社会有点不太符合，对吧？有着高科技的野蛮的过去，有着高科技的野蛮之地。电力供应，顾客停车。这个阴凉不错，就喜欢这样的阴凉。哎，这种锁是带密码的，打开密码之后里边有钥匙，对吧？哇，这个妹子脑袋捂得这么严呢，不怕热吗？不怕脑袋温度升高吗？这个哥穿着棉衣呢，我也穿棉衣呢，我应该买一个好看一点的棉衣，对吧？这个棉衣什么时候都穿它有点太万能了，可以在网上买一个好看点的。哎呀，
对吧？一些正式一点的场合，穿的好一点的，干净点的。他们在研究无人机呢，好像是，是吗？没有吧？没有。看那个楼。我这个鼻子呀，右鼻孔里面还是有那种黄色的那种结痂那种的，还是还有炎症吗？鼻子里面。就是那天看文章，有什么叫鼻咽癌，也是这个症状，所以我要加小心啊，不让自己太累。你太累了，可能这个癌症的基因就会复制，对吧？这个癌细胞就会扩散了，所以说就不要太累，也不要生气，让自己的免疫系统处于一种相对好一点点的状态吧，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对吧？唉，这个人好像要进车库啊。这块曾经有一个超市 ，Walgreens 超市，后来黄了，因为太多流浪汉或者坏人到这偷东西抢东西了，就黄了，倒摊了。托马斯火车的团，最近水果吃的少，但是草莓没啥吃啊，苹果吃的少，梨最近没有，胡萝卜吃了不少。这块在卖肉什么的。是什么呢？听不懂。各色人等啊，这边。这块华人老太太在买这个柿子，买小柿子。这边气候确实是好啊。我觉得加州也还行吧。对旧金山这个地方，其实我还是想长期生活的，其实。这身材不错吧？这身材。在吸这个地毯呢，这个人，这个哥儿，吸门口这个地呢，地毯。这黑妹都是留这种好多辫子，黑妹。好多辫子，辫子，辫子得有二三十条辫子。哎，这是个公寓楼，新盖的，木头的应该是。盖了之后，估计是那种类似于廉租房，应该是。好多层，对吧？能够解决很多人的住房问题，大家需要抓阄、抽签儿，叫什么穷人房吧所说的。
没人爬。人们，你看，在加州走路速度就慢啊，到了纽约可能就可以，他们得跑了，可能得，因为大家节奏快的话就都快。以前在深圳的时候就是，感觉人慌慌张张的，到了北京，感觉人们都有佛像了，像佛爷一样，不慌不忙的，神态自若的，感觉跟深圳完全不一样。深圳好像就感觉人们慌里慌张的，嗡嗡那种的，所以就是。不同的区域啊，去年在旧金山那位大学老师，他不是回国了吗？在这边找对象，然后最近在重庆玩，我说重庆好地方，反正那边比较悠闲啊，重庆成都，他说对，他可能以后会来美国吧，在这找了一个白哥，白弟儿。比他小两岁啊，一个白人弟弟，小弟弟。那个白人小弟弟没有孩子，然后他想着说，你这白人再不生都绝种了。然后好像他们要生孩子吧，好像啊，希望他能早得贵子，早生贵子。华人还是挺重视生育下一代啊。然后今天去移民局，那位客户生两个男孩，两个男孩正淘气的时候，一个大约4岁，一个9岁吧，大约就是两这小两口就是90%的精力在照顾孩子，也挺好。我说挺好的呀，我说你们这样挺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在一起啊。挺好，我说你是喜欢美东还是美西呢？以前他们在美东，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作，后来到美西也是一所著名大学工作，研究室搞科研吧 ，lab，laboratory 对吧 ？lab，lab 简称。他说那边更像大农村，就是停车也好停，然后也很幽静啊，治安也好。这边呢，停车不好停，治安也不好，但是。工作机会好像更多，这边更兴旺，所以好多事情都得是综合着看，对吧？有好处就有不好的地方，对吧？很难两全其美。我说那你父母啊或者国内的亲人来吗？他说不来，他说他家是农村长大的，他的哥哥姐姐在家照顾父母，父母年龄大了也不懂英语，就不想来他们哈、啊，所以说也确实不容易啊。一位女士读的博士后，而且出身比如说农村地区，也不容易啊。她说她在家最小，啊，这个滑板从大到小，大中小号，有生一轮这样的。邮递员是，烟店，什么票？烟店。Mission Food Center， Mission 区食品中心。Hello Meat Grocery， 肉和水果。这边是流浪汉的熨衣服的这个架吗？
啊，它其实免费啊，是送的，是别人扔的，不是人烂的，是别人扔的。这个老美这边物资还是很丰富啊。这两天看加拿大一个律师，女律师就讲说，她现在在加拿大买东西也不敢买有机鸡蛋，所以买不起，这个贵一块，那个贵两块，加一起就不少啊。他说有不少人都后来就回流了，就是离开加拿大了。我当时花了好多钱移民，拿到枫叶卡，完了后来又走了。是，反正在国外这些华人也挺心酸，对吧？有很多苦衷啊。哎，反正总之不太建议折腾啊，认命可能更好。要不就在国内好好待着，要不就出来之后好好在这生活，对吧？如果两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确实是特别浪费生命，浪费体能，也浪费钱，也危险啊。像疫情的时候，最开始咱们国家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赶紧跑美国来，来了之后发现这块儿，哎，这块儿也更严重，又回国啊，就是来回这么折腾啊，其实也没必要，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投机取巧的行为到最后算总账的话是划不来的，当时从一个短期看是可以的，从长期看就不值得了。有一个楼上面是那种户外的酒吧，楼上弄的这么一个酒吧还不错，有那个纱网圈着，很高的这个纱网，一二三四五楼顶端，五楼的楼顶啊，这个还设计的不错。友情饮水饱是对的，就像我前段时间在田德隆区看到一个大美女，白人白妹啊，在路边撇飞镖，跟一个白哥在一起睡马路呢，那是真爱啊，其实非常让人感动啊。真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起睡马路啊。所以一些普通人的普通的瞬间，如果把它放大去渲染啊，就特别感人，对吧？包括自己啊，好多时候也是有很多感动自己的地方，感动别人的地方。Payroll advance， payroll 是工资单，对吧？提前支付工资单。之前讲的华人房东，他的支票没收到，但是美国这边的官方支票上面标的这个收款人是他，但是呢，被他的房客给盗用了。后来他说，其实美国这边别人把你的支票盗刷了盗用了很正常，虽然写的是张三手，这个钱一万付给张三，但是李四签名了，银行就直接把这个钱转到李四账户里啊。所以老美这边确实有好多漏洞啊，管理的不太好啊。包括你看旧金山一位朋友，他也是房东，他把房子租给老莫吧，有一次老莫给他写支票，是1000多美元吗？1400多少？这2400应该是，然后结果支票丢了，被别人给刷走了，也找不回来啊。因为这边的警察不管这些事儿，涉及到钱被骗呀，警察不管啊。这边警察跟咱们中国国内的不一样。这边的警察更像是打工，对吧？一种临时工，他们并没有那种法定的什么什么义务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只是说当面过得去就好了。别人打你了，他们你报警了，他警察来了，把人戴手铐抓走就行了。抓走之后呢，哎，兜一圈就放了，只是当时眼前的解决就好了，对吧？就像你中了一箭，然后人家把喀什拿剪子把这个露在皮外边的剑剪断就行了，至于里边怎么着不管，里边烂不烂那是内科的事儿啊。
跟外科无关啊，所以这边的警察更像是外科，处理表面的事情就 OK 了，只要表面上过得去，把这个厂盯下来就行了，后续怎么着找律师去，找法院去，对吧？熬着，或者认命，对吧？反正很多人是认命了。午餐小鸡儿，开放七天啊，全天开放啊，一个餐馆。哎，小舅全天开放，全周啊，全天候。这个妹子还戴口罩呢，这外面不用戴口罩，外面。啊，我今天哎，口罩没扔。今天我去移民局里面，我主动戴上口罩了，戴那一次性医用口罩。别人有一个移民官也戴了，那我们那个移民官没戴啊，客户也没戴。这人在刷这个涂鸦呢，拿那个洗洁精。哎，我找个垃圾箱把这个口罩扔了。我还是比较文明的啊，扔口罩必须得找垃圾箱，不像有些老美似的随手一扔。白云葱2块钱一磅，还扒那个皮儿呢。白云葱那个皮儿有的时候发黑，靠尾巴那块儿。意大利冰波尼蜂蜜蜜蜂，这个人眼睛好像是需要治疗了。这三个人都戴着墨镜，对吧？我也是。很多戴墨镜的还是对的。这边的紫外线比美东那边要强烈，好像是，好像是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是好像是正确的。这边在搞这些交易呢，警察是不允许的啊，他们悄悄搞交易呢。这是卖冰棍的车啊。勾起了我童年的美好回忆啊！小的时候吃什么都是好吃的，那时候味蕾是很敏感的啊。现在都麻木了，老帮菜了现在。小娃娃，是什么功夫？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能够常年屹立不倒。这个不是一般战士啊。睡，还写睡呢 ？ITIN，ITIN 也是睡方面的一个数字啊。这个是印度飞人啊。菜花是1块钱一个，哎，不贵啊，其实并不贵。这种大菜花。苹果是2块钱一包吗？这块卖这个什么口红啊什么的，眉笔啊什么的。今天警察没人管，所以说随便就卖东西了，在这儿。这是从超市弄来的鞋什么的，有什么 room？ 哦 ，sorry。牙刷，我应该买牙刷了。其实，在拼多多上买吧，支持拼多多。这是卖冰棍的，卖冰棒的，卖冰棒的。这个车是不是从咱们国家学了怎么做？我小的时候，好多好多年之前就有这样的车，现在都见不到了。所以老美这边。有好多怀旧的东西可以怀旧，像我前几年去唐人街，在士德顿街路的西侧有一个店，还卖磁带呢，而且卖的好多是上世纪80年代那些商品啊。哎，你说我在拼多多买那个折叠小车不是丢了吗？后来房东的亲属说那个小车肯定不是
隔壁老太太偷的，不是她偷的，因为她那车都撕得生锈了。后来我想，有的时候咱买东西在商店买的东西本身就是生锈的，比如你买钉子，有的钉子本身就带锈啊，对吧？你买工具铁锨什么的，有的本身就带锈啊，不是说商店卖的一定没有锈，对吧？有的时候它就是带着生锈的，对吧？但是没法较真儿，有些事情没法说。房东说是房东买了三个送给老太太一个，但是老太太说那是自己买的，这不就矛盾吗？对吧？丝瓜，大丝瓜，就是海绵体啊，中间好莱坞美女眼线吧，这狗叫什么呀？叫哈士奇，叫什么玩意儿？奇士哈呀。昨天一位朋友发了一个链接，是一个金毛，他的主人生娃娃了之后就不理他了，他有点伤心了，他还会开门。但是狗终究还是狗啊，再啥它也不是人，还是不能替代人，对吧？还是应该以人为本啊，以人为最重要的。狗和猫它毕竟是畜生，对吧？这么说有点不好听，但是客观上就是嘛，对吧？它也会咬人嘛，把人给咬坏了，甚至咬死了，或者吃掉了，对吧？都可能。对，再见，拜拜。再见，拜拜，拜拜，见了。